我这个线索是一张报纸啊，5月3日，跟你那5月3日，你也有5月3日。嗯，5月3日，日本的高长官在上海饭店经历了一场刺杀行动。然而高长官提前撤出了，最终埋伏抓获了一名地下党，进行了秘密处刑。秘密处刑。然后我再给一个线索吧，我觉得我这个特别重要。一封介绍信，上面写的是此人心善温和，忠诚坦荡，聪明灵活，思想品德端正，定能在锄奸队日后的任务中添一份力，作为战友一起为民族大义奋斗终生。但是介绍人是海鸥，他保我，所以你们两个要么都是好人，要么都是坏人。不，那我他绝对好人。不，所以我感觉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推他，真的凭现在线索推不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们就只能推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有一荣俱荣，一毁俱毁。对，所以这两个人肯定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对。那我正好接着你这个说，那我就推他是好人，因为我这跟高长官有关系。行，来吧。据说空降的高长官是一名权贵的亲生子，极受上面人的照顾，但工作能力确实很差，经手的多次行动和计划通通失败，给76号带来了不少麻烦。尤其是高长官是个废物。对，他这条线索想指向的就是当时宋轶给我们留的线索，说高长官是敌方的一颗弃子，目的是为了让海鸥打入锄奸队内部，引出锄奸队甲组组长。海鸥是坏人，所以他去帮助那个坏人去清除这个高长官，有这个可能性。越讲越复杂。我这儿比较抱歉，我这儿有一个海鸥的行动计划表。首先是4月1号的行动，然后是4月23日的行动。快快快！追踪地下党。对，失败了。5月3日有一个行动，就是刺杀高长官在饭店里那次。对，高长官逃脱了。逃脱了。应该参加，高长官撤出了。然后撤出了之后，杀了咱们的一个地下党。所以这个海鸥是一个坏人，因为他的行动是有计划的行动。